哥哥，啊是谁？要惊死人，谁搞呢？会不会是那边养的狗？你有问过他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之前都在那边，他之前都在那边，因为有人在喂他，但是都是母。哦，生到不能生。已经没有人要。没有人要。一概柴犬哦。嗯，就行嘞，够四个家，四个家。有啊。狗狗是不是很痒？那你平常没有看到它跑到这边吗？没有哎。今天我听我妈妈讲，才知道她会来这边，不然我之前都是问那边第一间的，因为她有在喂她。那你去医院哦，好不好？不然那我可能让他生皮笑的。我想他皮肤。哎，他这个是毛囊虫吗？对。贫血的很严重，然后有发炎的状况，白血球现在是23000，正常是到16780。是皮肤病的关系。应该是皮肤病，然后市中心的白血球跟单核球都比较偏高，然后贫血，然后营养状况不好，所以它的 BUN 这个比较低，然后球蛋白比较高就是发炎，那胆固醇也低，只有74，正常是110-320，然后四合一的检查是阴性。要输血吗？要。